打者挥棒成功，打击出去之后，奋力的冲刺跑向一垒，战况激烈。围观的民众都在加油打气。而第二十届关怀杯三级棒球赛，结果花莲地主队除了瑞穗的少棒队之外，青少棒、青棒都无缘进入冠亚军赛。花莲的队伍最近他们实力有一点会下滑，比较可以看到的应该是瑞穗。 主审裁判表示，经过三天的赛事之后，冠亚军资格几乎都由来自台东县的队伍包办。比较特殊的球队还是以往年的传统棒球的球队，他毕竟他们的实力还是在跟他们的那个战绩都跟去年差不多，不会有特殊的比较有球队突然间当黑马的，这一次是没有看到的。 11月27日将进行最后一天的冠军赛，青棒的部分由桃园的平镇高中跟台东商水争取冠军，而青少棒由桃园的二重跟台东的新民、忠孝、新生来竞争，少棒的部分由花莲的瑞穗、桃园的中平，还有台东的三民、红叶、卑南、新生来争取冠军。记者打造花莲市采访报道。